小火锅有肉有菜，分量多到满出来，开火一煮香喷喷。这一锅相信吗？老板娘竟然只收50元铜板。有吓到，算还蛮便宜的。说真的，那个量吃下去都 OK 了。拆解火锅内容物：主食白饭、三片猪肉、高丽菜、大陆妹、金针菇、莴苣是标配，还有鸭血、米血、红萝卜等等，不含白饭，整锅有11种配料。你真的点50块锅，我觉得这样点人家老板娘会亏钱。可以的话，再多加点东西这样子。对比外面小火锅150元起跳，1/3价格，客人慕名而来，也怕老板娘没有赚钱。学生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钱吃饭，那老人家或是一些想多存一点钱的人，希望大家都有饭吃。老板娘为了压低成本，没有请员工，整间店一人包办。50元火锅推出3年，不考虑调整价格会一直卖下去。不过高雄有民众抱怨。这一份大肠包小肠，手掌这么大，要105元，吓死人。虾米啊，或者是花生啊，什么东西的一些佐料都有涨。另一家位于高雄鼓山的大肠包小肠也卖到120元，台湾猪价每公斤飙破90元大关，大肠供应量少，连带糯米肠一斤飙到190元，老百姓想吃捏紧荷包也只能接受。记者陈尔云杰高雄台中综合报道。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，海皇顶级冷压初榨麻油浆，严选传承3代顶级黑麻油及台东小农气作高品质老浆，四季滋补，用料实在，简单一匙，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啊。